这球又被抢断了，直接一个转化，漂亮，郭浩文。巴西这边同样也是有伤病，因为上一场比赛阿尔斯兰的受伤，有一定的中距离投篮，所以进攻端也是挺好用。传球路线让巴西往外分球变得很困难。底角又是机会，韩硕怎么样？好球！巴西这边的应对呢，其实也比较明，李条龙直接冲击篮下。哇，郭浩文反打一波，两分命中。真的可以啊，这就是天赋啊，两米的身高有这样的速度和接球能力。基丁这会儿显得有一点点的急躁啊，再给篮下传得漂亮。郭浩文，又是郭浩文，篮下强打没中。那这个节奏就完全是巴西的节奏了，全是快速反击，好球不好，又是来自郭浩文的助攻。这球又被抢断了，直接一个转化，漂亮，郭浩文。啊，郭浩文刚刚上来没多久，直接是一个抢断的暴扣。这球很有可能入选今天的五佳球啊，而且有机会占据第一的位置。坚决的夹击啊，快速的轮转。这球起势了，田宇翔又是一个抢断，给到郭浩文，前场二打一，好球，郭浩文本场第四个助攻，八一反超。这边郭浩文刚一上来就帮助球队起势，一个长传机会出来了，好球，讨厌，又是郭浩文的助攻啊。这个战术打得非常明确，富豪给曹岩做了一个底角的掩护，富豪又拼下一个篮板，连续两个前场板，郭浩文突破造成了犯规。罚球两次，整个传球视野和传球技巧确实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平了。篮下顶着人强攻，郭浩文防下来了，篮配，好球，这球运气不错啊，正好这一个帽是扇到篮配的手里。雷蒙突破分球，再给郭浩文，这个点被放，好球，又是两分打进，今天郭浩文简直有点 MVP 的感觉啊。他打许忠豪的话肯定更多是拉到外边去投。哎，这边摔倒了，篮下非常轻松一个跑空篮，又是郭浩文，来自许忠豪的侧影。郭浩文强攻篮下，两分再中，哇，太厉害了啊！再先带回博，还是没中。戴博今天一直在调自己的手感，他转换郭浩文，再分给队友，好球。啊，郭浩文这个冲击力啊，这种反击中去找队友的能力，真的给八一的进攻带来了一种质变。郭浩文又在推了，三对三，外线的机会，张祖明三分命中。郭浩文第七个助攻啊，又是反击中找到队友。郭浩文，哎，很可惜，两分没进。郭浩文现在就是整个的信心也上来了，敢打。这应该算是一个位。那拉人了。这边犯规犯得非常坚决啊！一看被郭浩文过掉，马上犯规。郭浩文因为现在他的力量咱们刚才在说啊，并没有那么的强，毕竟刚19岁，所以说被这种强硬的犯规犯下来呢，
一会尽可能逼迫他去传球，啊，让他用这些角色球员去解决问题。再给篮下，好球不好，郭浩文第八个助攻。罚球没有，徐正豪拿到篮板，又一个关键篮板，分出来，郭浩文压哨三分，没中，加时了，111平，我们进入到加时赛。郭浩文啊，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，让他连续出手两次这种关键球，啊，在同样的位置，有些跟不上，啊，在跟许忠豪的对抗之下，想完成这次太难了。好球，郭浩文第九个助攻啊！再给到富豪啊！来，大范围的转移，八一都防到位了，压哨的出手不进，又防上一个。郭浩文早杀伤，两分差一点点。哈哈，今天郭浩文有好几个球啊，都是试图去打一个二加一。还是那句话，等到以后他的力量更强的时候，这些球都能打进，不用着急。21分。两发全中，就是压到8秒钟的时候再来发动进攻，不给三分啊，不给三分，队友时就不能给三分，说是这是打辽宁那场啊吸取的教训，不能给三分。郭浩文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冷，非常的沉着，直冲篮下又造成了杀伤。杀郭浩文今天打得像一个外援一样啊，一次次的冲击对方的篮筐，一次次的推进快攻。郭浩文强冲篮下，这球被防下来，看吉林啊反击的机会，给到蓝佩，蓝佩跳投腾空而出，蓝佩球富豪射下来，郭浩文往天上一扔，这球时间走完了，八一赢了，124比123，蓝佩决定胜负的一攻没有打进。全场欢呼啊，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比赛。大志和王涵指导两个人握手致意，恭喜八一队。这场比赛吉林队打得也很好，但是确实八一队打得太好了。